陈宗明伊要甲你问的是有关于第一张到第三张，这是伊隔壁田哦摄出来这相片。第四张呢，则是伊的这问题。伊讲伊前几工的吴文老师哦，有关伊的这个建叶部分有变黄嘛？伊发现讲这两三天呢，好像又更黄了一些些。这甲伊喷这个山菜醋吼、哦，是毋是有关系？啊，隔壁田的问题。以后他如果是遇到的时候，他才来麻烦老师、哦、可能他觉得隔壁田有一些状况，但是跟他的不太一样吧、哦、来老师来、我们这个、哦、算、第一张相片、哦、刚好好在、啊、他的蛤那个地方叶翘、哦、这个、就是说他小包那里，那么他会出现一个这个、这种诶、欸，臭打臭打啊，有一个啊，伙伴伙伴这种的一个，这个啊、这款的一个这个现象啊，吼，这你爱小来改，这注意到一些褐色的，这臭打臭打这种呢，这个应该是啊、一个这个暗褐色哈、哦，这款的一个白斑哈、哦，甚至有诶，甲已经呐，较打起了，已经拢变这个灰色哈、哦，那么这个应该是一种这个水晶。倒热病，吼、哦，这丢了病，这因为这怕切啊，吼、哦，规股会炎起，所以呢，你伫第三张相片，你看起来伊都做者白水的，那么这种就是这个啊倒热病的这个关系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第一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伊这不是干那丢了病尔，伊这下下这个所在吼，伊还有迄火火吼，这其实伊这个文膏也是蛮严重的文膏病吼，伫、哦、这长头起只，这今年。那么真济吼，真济拢有这款的这个情形吼，所以呢，这个文库病吼，甲着这个啊道德病吼，这真济，所以一般咱通常啊，伫较后边高头了吼，是讲啊，伫这个目膏进前呐，早当咱伫目膏进前，即只只咱通常咧防治的，就是防治着这个丢着病啊，今年雨水济嘛吼，那么加上这个温度啊适合，所以呢，伊毋是干呐。唔是干阿文膏尔吼，即调这文膏拢做回来吼，所以真侪拢是啊这款啊，即个文膏吼被出现着即个白水的即个情形吼，就是讲啊会比较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伊下卡即个叶啊拢会臭大体吼，即也扩大像即种即个云雾状的一种即个吼，咱讲的火斑的吼，即种即都是即个文膏病吼，所以你即有文库病，佮有即个倒热病吼，伊迄个白水的即个部分，即应该是水的即个顶丢了病吼，即伫即。水头这个所在，那么所以咱叫做水井倒热病，也是叫做统称水倒热病。好，那么有这种奇怪啊管顶，吼，这里水头一下遐有一个这个啊，这种褐色的这个斑点，然后有可能就变这个啊变怕切啊，哈、哦，这种的这影响到产量足大，吼、哦，这古早时代呐拄着这种哦，咱是不是切啊要收起来，伊拢会过太贵。较早即个药啊，较无遐好势，所以过太啊，太的时阵，伊就甲即个拍切啊，伊就甲伊吹掉去。啊，咱即马咧刮的时阵，有无？哦，咱即马咧刮的时阵呢，啊，伊个那是刮起来，那拍切啊，吼，那是拍切伊较轻嘛。啊，伊咧吹草啊，即个咱即个草细的时阵，吼，即个草啊，这种吼，即啊，即个丢细吼，即个物件要甲吹走的时阵，伊迄个拍切啊，就叫飞出去啊。哦，就飞走了，所以轻轻啊嘛，所以风吹，本来是要吹啊，这个哦，这个超细哈，这物件，啊，你吹一个了呢，哇，这物件呢就飞飞掉，所以挂起来这个量就减少。哦，爱切啊嘛，加足白吼，所以伊迄保留率吼、哦，就是讲伊去 A B 也加，所以美甲咧甲你出叫的时阵吼、哦，你看下这个介绍呢，啊，他是会跟你杀，伊甲你会主动甲你降买落来吼、哦，就是讲这个介绍会甲你调较低，哦啊，所以这要注意啦吼、哦，这今年可能多数拢是丢了病吼，丢了病这个延续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因为咱早冬一般来讲两遍以后也是足正常。哦，有当时啊，一变天气呐，顺时有当时啊，一变都已经热闪闪。但是今年吼、哦，啊，两变的叫高手，三变的正常，足侪人转四变了啊，吼、哦，足侪人转四变了。我讲阿伯啊，你空闲，你安怎转四变了？你算我听，我讲你听啦吼。买目膏迄个时阵吼，迄阵都已经本，都已经调节，都先夹起来。这第嘞，伊迄阵都转药啊，吼、哦。系列这卖讲啦吼，这其实虽然阿伯常常讲我转两变了，但是多数。其实我应该拢是算三遍迄种吼，
就是讲两边啊三边，因为其中一边我是会下这个两剂。啊，今年来讲就是讲伊伫这个目膏伊只遐吼，迄阵就拢雨水侪，所以这个啊调节就压起来啊，吼调节。啊，即马到这个这就是变油啊，啊即马到要做面，已经目膏拍残刷的时阵，要做面还未做面的时阵呢，看办事唔对，迄阵有个人会搁伫。伫伊差不多吉拉多甲比拉尾这中间，伊就去站一边啊。伊通常吉拉多遐就更一边落啊。甲要出水进前看迄个情形唔对哦，这唔是干呐啊，包括这调节那种腰部完全压落来，上重要就是讲，佮有看到臭卡档哦。咱讲的臭卡档就是这蒙古病，所以伊去压一边腰啊落，第三边啊。哦，啊即马来啊顺势啊忙会，啊你忙会时阵，咱尽量是无转腰啊，甲坐水了交头看办事唔对呢，佮隔一边落第四边。吼，足侪人是转四遍，那么有诶多数是三遍吼，就是讲即个多甲比较尾，咱有诶转两遍，但是一般来讲一遍，吼，在即两遍会当啊，那较无许一遍对当来解即个解决吼，啊，即基本就三遍，啊，无三遍以后啊，都拢真困难，啊，有诶较牢固诶吼，比如讲像咱啊听友吼，即会较牢固，伊个药啊家己转诶吼。那么伊较有当时啊，伊家己较心脏较强，所以两遍药啊。安嘛过了还不错哦，所以这最主要的是讲这个预防哦，这个预防啊，所以呢，咱就好比你看到的讲第一张哦，第一张像病的，第一个啊水头一只遐吼，这种叫做水浸倒热病，有一个叫水倒热病，所以这第一张相片甲第三张相片吼，这个啊有白水这种情形，这是同款的吼，这呢这拢是这个水的这个倒热病。那么下骹腰啊吼，外叶这种呢，就有当时啊看卖无头，应该是这个啊，那不是臭卡档，就是这种今年有一个这个细菌性的这个肌腐病哈、啊，这啊不过迄间有讲过，就是讲。即较早是我读册时阵吼，我读册时阵伫册内底捌看过，但是报产报啊久，我毋捌看到细菌性肌腐病，足侪人毋捌看，毋是讲我毋捌看啦，我问一寡啊先拜嘛毋知影，伊讲嗯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啊，这毋是臭脚虫吗？哎，佫无啥型，吼、哦，迄内行的看到佫无啥型，嗯，啊，佫臭臭，哎，这是。嗯，啊，这他呢，这吼，这个较知影，细菌性肌腐病，吼、哦，这伫。啊、伫四月迄阵啊，我伫台湾吼，即、哦、有人甲我问嘛，我讲诶、欸、奇怪，即无成，因为我看嘛，真感觉无成，但是我是也无把握，因为讲真诶，咱也毋是啊，即、這个非常啊，伫即个病害遐尼专业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有在怀疑，诶、欸，各项文稿无啥成。因为迄种病斑，因为蚊蛾的一个臭脚虫，迄种病斑的，咱咧讲虎斑，虎斑的吼，通常就是讲蚊蛾最容易看到这个虎斑，啊，这种虎斑其实含啥物，佫较像含云豹吼，你若有机会去找云豹的迄个相片来看，你就知影讲蚊蛾病真正含云豹迄个花纹足像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咧讲虎斑的虎斑的吼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伊这个细菌性肌腐病无啥共款，啊，这细菌性吼，这细菌性的这个。啊，这个肌肤病吼，这个物件其实唔免足担心的，你只要水卖解关足定的，啊，会当可以啊，小可冷一下，通风一下呢。啊，但是袂使去，你已经出水啊，你袂使无水去甲去从咧晒残，安尼靠甲真大，唔是，咱是讲卖甲堵掉咧，可以冷风一下。啊，今年有时啊，你都无在条冷风，啊，所以伊迄个就得臭脚冻的呀。一般通常，阮那是到晚会。啊，网花刷吼，那、哦、是有伫咧网花到高头这个中间，那是有条件哦。阮拢是水吼、哦，啊，甲伊保持着有啊，互伊啊，留啊，这个打伤啊，着去水落落啊，袂好打去，水拢一定过较足少的，但是尽量卖甲堵掉咧。啊，有时啊是无啊，多变讲要出国。哦，要去啊，有其他的工课吼、哦，这个头路爱做啊，你会甲水关好定起来。哦，关较甜啊，但是像今年这种的啊，你根本的落雨嘛，落雨伊个水你根本唔免烦恼，所以有诶颠倒就是无冷风，所以有这个细菌性肌腐病哦。啊，因为这样咧看起来，这应该是臭脚虫啊，就是讲啊，这个但是嘛是爱稍注意的吼、哦，这大概是这道理。那么即马回过头讲别人诶，即别人诶讲了啊，讲你诶问题哈、哦。那么即、這个。切啊，三个黄黄啊，爱黄要出水，爱黄要刮爱黄吼，所以你这无啥要紧吼，就讲、是、这个中间有滴啊较黄小刮，有个人看这办事唔对，会去甲落一点啊，这个啊药素吼，这啊佫惊也倒，所以药素加红加绿吼去甲落。啊，有个人讲安尼规矩，我落四号啊，做侪种落法啦吼。啊，实际上伫
这个部分啊，不过个人是拢较无建议吼，就讲像今年这种较歹天，你那是落尿所累吼，拄着歹天也软丝的拍落，所以啊，一般来讲就较无建议啦。啊，当然你那较慢步较慢的，即马来。那无西北雨，你个阁无，唔是我山区，那无西北雨就无要紧。啊，你若是拄着西北雨，你就晕去啊！吼，迄雷拄啊好，软丝大温雷吼，所以要用热锁呢，看看吼，为人操作了就好势。啊，有时啊，我是感觉，迄是一个运气，运气。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讲，尽量卖安尼操作的吼，迄个风险太伤大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啊，伊即马七八卦时阵爱黄吼，所以你若是转即三赛车吼，三赛四吼。那么也你要退车啊，退车这无啥要紧啦吼，这应该是有这个关系，所以你也感觉讲，伊会较黄黄，唔是臭大吼，这黄血黄血这无啥要紧啊啊，这三赛车的这个关系，但一般来讲吼，咱咧抓这个三赛车通常都是拍残的中间啦，比如讲我伫这个目高这只车吼，目高到这种就是讲要拍残，因为迄阵都要拍残，你无在条拍嘛。啊，拄等迄阵来转药啊，对吧？啊，拄啊拄等即个要拍残无在条拍，为啥物无在条拍？因为一直落雨啊，里边啊，所以你要转三啊个退车退袂落吼，所以三赛车都甲结落吼，啊，甚至有诶伊诶中间结较淡吼，比正常来讲，本来你那是你若转质啦吼，比如讲你用诶一个即个量是质吼，那么你给它变成 1.2 吼，有诶人用甲 1.5 啦吼，比如讲一罐变罐半呢吼，我会真敢吼，真敢结。哎、欸，啊，这种加加遐重的拢是安怎吼？加加遐重的拢是啥物情形呢？我跟你讲吼，这加加遐重的拢是因为呢，伊迄进前拢落肥的拢落重手，啊，拄着乌阴天吼，落重手肥的吼，迄切啊拢真湿哦，啊，真湿哦，你就知影伊迄抽水的时阵的做米抽水的时阵的咚咚丢丢哦，就较袂遐嚼啦吼、哦。啊，这就出现着咱出现的一款的这情形吼、哦，所以呢一般来讲吼，一般来讲呢，就是讲你在用的时阵稍微给他注意一下下哈、哦。那么正常伊在用这三赛车，伊通常是恐吓的这药啊，那是千五倍哈、哦。这因那是开始要建议要转三赛车的时阵，无人咧转千五倍啦，吼、哦，拢加重吼，拢、哦、一千倍，吼、哦，拢一千倍，够一有一支是这个75%吼。哦这个混剂吼，伊唔是水旋剂这种的吼，这个、粉剂这种的吼。那么伊用的正常来讲是用3000倍，那么伊有诶的也用到1500倍，啊，1500倍甲3000倍是拄好差偌济，拄啊加100%出来，等于讲加一倍即个用量。啊，为虾米加用较济吼？啊，就是因为伊迄个肥料伤济未退车，啊，所以你无转吼伊退车，伊做米未好势啊。啊，是安怎得爱落肥，食个经甲做大块个，甲去开钱出来去减肥，唔免嘛。所以你若肥控制又好势，那么咱伫这方面就免即个烦恼。但是有时啊，这唔是咱管伊个吼。比如讲，咱正常安尼落肥吼，即、這个比正常量较低一数啦，一般拢是会较低啦吼。就是讲，若是要有产量，一般拢会较低一数。啊，但是正常的天气，咱好天啊，日照充足无问题。啊，像今年一直落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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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落雨。啊，个乌阴吼，这你都无法哩。啊，日照不足吼，啊，这一直落雨，伊无在了退车，所以即阵可能得你若无结一个吼，伊咧做眠要抽水，伊个时间就较袂焦。啊，切啊，若愈袂焦了，愈歹讲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就必须要呢。啊，这物件在出手吼，啊，对，你啊，唔较重安尼，啊，你这边高头，即一般通常咱伫买手啊，即只只咧转吼，咧转高头了咧转，即个通常是稳固为主啦吼，所以多数咱会去咱会含要做伙来用吼，比如讲即个含稳固病做伙来转吼，比如讲转即个即个喜乐文吼，即个物件吼，即个物件。啊，是讲即个丙基吼，什么即个一个维利热必斯吼，即个物件吼，都要挂要转要变药啊吼，即个物件即个药啊冻真久吼，所以呢，会转即个那已经有调节，看起来控制了还可以啊，剩即个看一点温高，啊，你转即个维利热必斯，主要是惊伊压起来吼，你若是讲即个红地呢，那么就可以用这个，啊，那无就是用即、這个。喜乐文哈、啊，喜乐文的这个分剂啊，一般买便，阮是拢的这种较用这个维利热必斯啊，喜乐文啊，那么大体上呢，拢会去
啊，这种的这类这类啊，啊，这好像这些药哈，这类唔知是较歹谈啊，是安怎哈？唔知呀哈，这类好像有一点点哈，这类啊，反正有些人就不说会不太好买啊，这种物件，感觉那从啊，但是这我不晓得哈，就因为。这一两年没有种到、哦、所以呢，刚起这两年有啥物变化，好像也没有啊。所以最主要的是讲，伫这个买变，尤其如后边这家家来哈、哦，那么一般通常的对这个潮热的一个影响的较细，就是讲你甲控制掉，因为高头啊嘛吼，伊上严重的时阵是啥物时阵？你今年吼、哦，真济处理了无好势，就是伫这个吉拉多甲比拉买这个中间无转药啊。啊、其实他已经得病了，没转药了。现在等看不对了，到那个比拉买那家上班、哦、开始看，还没出水，想说较紧的转药，转药下去的时候，本来没事、哦、那么这个转下去后，你就发现说夭壽了。转下去后呢，就发现本来没臭打，转一个转臭打去，这样。转一个这个臭打去吼，啊，所以是这种物件，这个啊，这种药啊吼，好像是有限制使用吼、哦，这物件，因为唔知吼、哦，这可能是有这个含砷啊，是什么款吼、哦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吼、哦，但是那么这个有时候就这样子吼、哦，有一挂这个药啊吼，总是有一个啊，原地可能无啥物问题啊，咱即马哪用哪用吼，并讲像。啊，这个白丹蝶吧，吼，啊，咱嘛哪用哪用，哎，有诶，感觉讲哇，那去用着目睭啊，足挡袂掉诶。啊，所以咱会去对伊有搁较了解，啊，对伊有搁较了解时阵，咱就会当去知影讲啊，怎么样吼、哦？怎么样呢？会当去来甲伊注意到这些问题安尼嘛吼、哦？所以这基本上吼、哦，基本上是啊，包括一寡像这种草药啊啦吼、哦，还是虾米款吼，都赶快农药就是讲。啊，咱对伊愈了解，啊，愈了解的时阵，咱对伊的一个伊有替代性的一个药啊，好比讲伊对环境啊，对这个药吼、哦，那么这物件呢就比较吼，比如讲进前咱有一个药啊吼，这个啊，一个丙基喜乐砷啊，而且这个东西含砷嘛吼、哦，所以这物件它就把它直接就给它停掉了吼、哦，啊，这物件你都这已经几啊冬啊啦吼，所以这较早有咧用，啊，即嘛拢无啊吼，我讲。我感觉较早咧用真好用，阿塔这些物件吼就没有吼、哦。那么伫这个吼、哦，包括像这个维利热必斯，因为伊这种有一个，比如讲像这个分子吼，分子伊个分啊吼，对人体较不好啦吼、哦，所以呢啊，你可能会当来用吼、哦，就讲你还是可以用啊，但是你卖用分啊吼，因为对身体较不好吼、哦，这拢有当时啊，这药啊都有一点啊，这种的这变化，未来吼、哦，这种粉剂吼、哦、啊，这种分子都会这慢慢拢会去改变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咱用作些这个药啊吼，这种分子因为迄个泡吼、哦，较容易出，就是讲会硬蓬蓬啊，咱会较容易去对咱人吼、哦。讲产生到这个影响嘛吼，所以呢啊，基本上都有这款的一个啊，会有这样的顾虑啦吼，这种的一个顾虑，啊，这种顾虑呢，啊，慢慢这种药啊呢，就会限制登记使用，吼，就讲慢慢咱来啊，有一点点啊，这个改变啊呢，吼，这简单来讲就是安尼。那么这是为着这个身体健康，所以有时啊也不用太那个啊，因为最低的药啊真济吼，免执着啦吼，就是讲。啊，咱尽量会当提早吼，你若是提早来解这个操作的时阵哦，算讲唔通等到这个咧老人啊，较要去找医生吼，迄阵黏咪得发红啊嘛，对不？哦，咱看到啊，知影讲有跋倒，咱得爱啊，该消毒，该这个吼、哦，这个保养得爱先甲做好势吼、哦。这啊、为什么叫做病痛害防治啊、哦？病虫害防治。防在先啦、啊、吼，后面才治啊，尽量会当卖治啦吼，就讲会当啊，防治又好势，咱先甲防哦好势，啊伊就袂掉掉吼。尤其你啊看，看到咧掉掉着病，啊就昏眠啊，看到全药啊有效，但是已经就拢会好嘛，袂完全啊啦吼。即、哦、有当时啊讲吼，人原地外区偌水咧，乌心心吼，
足水诶，讲真诶，迄药啊，抓落三工就黄啊，臭打去啊，就白水啊。啊，实际上是安怎？是因为伊诶本来就已经着丢了病啊，爱着丢了病，丢了病了，你伊迄有当时乌心心，你看未出来啦，你看未出来伊已经着病啊。你药啊甲抓落吼，迄、那个空嘴都迄、那个拄啊，互咱家一个病掉咧，你知影吼？拄啊家。啊，即、这个定掉了，啊，定掉了料呢，哈，啊，这种物件就很好嘛，啊，所以伊药啊，就啊开始伊个镜头就表现出来的，唔晓，伊讲啊，我转药啊去伤着，啊是这伤感是唔是啦，已经进前就得丢了病，啊，今年足济，啊，这有足济这种啊很有争议啦，啊，但是啊，你转过了，反正并讲伊迄都有病斑，哦，伊你那药啊伤着袂归大啦，哦，袂安尼足明显的吼，所以。啊，这个真济哈，这个今年弄这款的这问题，而、啊、且、这个、你小知影者呢就好啊哈、哦。那么大体上呢是这款，啊，这个啊要刮进前五呢，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哈、哦。那么一年一年哦，咱反正呢每一年都比自己进步一点点，安尼就好啊哈、哦。这啊，弄有咧进步，啊有咧了解，啊有咧进步，有咧了解哈、哦。啊，有诶讲爱乱搞，哈、哦，这无法度啦哈、哦，这有当时啊。乱棍怕到老师傅，吼，这今年全真侪老师啊，这个马龙去哦淹倒去，吼，啊这啊这无法度啊，这种天气吼，这啊真侪有时啊都较骨力嘞吼，今年那是较骨力嘞呢，都是东足食力嘞。伊讲伊本来就足骨力，足骨力落肥的，啊那从这种乌阴天吼，你无注意这个食肥，你肥分搁要顾啊遐尼乌吼这。啊，今年呢，真侪就掉钱哦，这掉啊，叫唔敢，真正掉个叫唔敢哦，所以呢，这咱好朋友哈，爱小怎样掉哈，那么这里其他家和咱好朋友好小做些参考哈。